谢谢大家，非常高兴来到美丽的洛阳，能为在座的观众朋友们演唱。我想为大家清唱一首歌曲，好不好？这首歌曲我想所有的中国人都喜欢，我也非常的喜欢。谢谢你，谢谢。那么走遍世界各地呢，只要有华人的地方我都要演唱它。我相信在座的朋友们，你们也会唱，如果会唱的话和我一起唱，后面的高音唱不上去没关系，留给我就可以。这就是著名的青藏高原。是谁带来远古的呼唤？是谁留下千年的期盼？难道说还有无言的歌，还是那久久不能忘怀的眷恋？我看见一座座山，一座座山。是